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他说这话，并不是挂念穷人，那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，常取其中所存的。耶稣说，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约翰福音十二章六至八节。主耶稣，多谢你爱我们这些罪人，一班不配的人，求你原谅我们。我们有时好像犹大一样，只爱世界的事和追求自己的利益。对不住，我们认识你，心却远离你，没有全心真实地爱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可以好像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这样，愿意为你死，因为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籽粒来。愿我们在这个世上幸护自己的生命，跟随和服侍你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